说哈，我们如果要 run 这个 sample 一样嘛哈，懒人包，你把它 set up 这个地方 set up 一下哦，应该很简单嘛，然后再来把这个 controller 打开，然后再 run 第一个 admin 的 security，一定要怎么样呢？绿灯，不过刚开始是红灯嘛哈，所以就把它改一下，啊这边改一下，这边改一下，两个地方好。这个 step 一，OK，所以你先确定你这个有没有改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再到哪里呢？再到第二个这个 MySQL 的 admin 点一下。这个时候的话呢，当然理论上哈，如果你是有密码的话，好像我这边有密码，我先把它关了，因为刚刚密码要关起来，我再进一下，它应该会 run 什么？那个账号密码，所以1234进来里面，然后做什么呢？特别重要，如果 OK 哈。那我们就是到资料库里面建一个资料库，我这个名称叫 PM 25 OK，不过我刚刚已经建过了，所以我再试一下 PM 25，然后这个编码方式请注意一下哦，拉到最下面找到 UTF-8，啊最好是因为 UTF-8 好几个啦，我是先用 Unicode 底线 CI 这一个 OK，那你按建立嘛，建立之后这边就有了 OK，然后。MySQL 的任务就达成了，啊？你说那个资料库的，我印象中好像是，好像是有，好像是没差，我印象中是没差了。不过这再确认一下，这个我不太记得哈。不过我通常反正大小写我都是一定要一样的，OK 哈。啊，你可以试一下大小写，如果两边踹一下哈。对，试试看就知道。然后这个地方如果 OK 之后的话，哈，然后再来就是什么 Python 的部分。Python 部分你一定要安装，所以安装的话，我是安装到那个我们的这里面嘛，CMD 有没有？那你当然我就打那个什么 pipe，一杠 m，然后呢 py 呃不 Python 一那个 minus m 减 m 嘛，哈，然后 pipe install py mysql 把它装起来。那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我们有 Python 之后的话，再来就是 import。MySQL，所以这一行哦，特别重要。这两行，其实我在08那个地方上面都有，只是说我们要改一个地方，改它的 DB 有没有？跟它的那个什么呢？Username Password 啊，所以 Username Password，如果你们哈，假设是用那个 Mac 装的，你如果不知道怎么试，你干脆你用 Username Password 先空下来好了，就像这样子啊。如果像我刚刚有，我就 root，然后 Password 是1234。OK，这样就搞定了。那其他的话呢，应该都不太需要改，因为我这边基本上没有改。还有个地方要改，这里本来是五个问号，把它改成 percent s 就大功告成。一 run 我试一下，应该理论上没问题哦。好像OK 了，所以 run 出来了。那 data 现在已经全部都在 MySQL 里面可以看得到了，所以应该比想象中简单一点。好，OK，好，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哈。所以刚刚的那个状况先切开来，所以你们可能如果没有办法 run 的，也许你先试着第一个阶段啊。另外还有一个啦，因为 MySQL 哈，它可以跨，就是给别人使用，所以如果说你的电脑 OK，你可以在你的电脑里面开一个什么？开一个 DB 给另外一台用，有没有？你另外一台可以写过去嘛？那所以你如果这个不 OK 之后，第二个哈，你查一下你自己的那个 IP 位置，因为我们现在 IP 位置有没有是叫 local host，那你可以查到你自己的电脑 IP，不知道各位会查，直接到右下角这边有一台电脑，点两下有没有？或者按右键啊，这边底下按右键。然后有一个什么呢？开启网际网，开启网路和什么网际网络设定？那理论上应该是这个网路吧？你把它打开，打开之后的话，我印象中好像这边可以再往里面找，它这边就显示出来了。点两下之后，它这边就有 IP 位置。我这一台的 IP 位置是192.168.50.180，那我可以怎么样把这个 IP 位置打在这里？192.168.50点多少？
哎，没空，哎，哦，对，哎，看一下，192，有了，点168，点多少？点50，点180，好，我都记起来了，OK，好，所以这个记忆就是要无过来，线打就可以连到里面去。对，没错，但是要有个 DB。哎，对哦，你也可以捉我的，然后你也知道我的账号密码，哎，你也可以捉我的东西，对对对，哦，所以啊，不过还有一点，我的权限要开，我现在这一台哦，它预设是不对外的哦，所以你如果要对外的话，还要再设定对外开启的权限，怎么对外开启权限，或者是说你可能要再另外给另外一个账号密码给别人，别人才可以哦。不然的话，这种 root 尽量不要让人家知道，哦，所以这 IP 位置啦，所以主要的后面延伸就是你的 IP 位置啊，记得哦，从这边设定，这边点一下，好，哦，有没有？然后网际网路设定进来之后，以太这一个，然后记得点两下吧，下面这边就有了 ，OK 哈，哦。那请各位试一下哈，哦，这边那如果说你们要给别人去看到并且使用，也许别人没有，你可以。把你的电脑分享，哦，你的 server 使用权限给其他人，哦，可以从这边进来。然后如果你要给别人连进来使用的话，比如说你们可以两两互相测试，可以有的你就当 server，哦，给别人用的话，开使用者给他用，那你当然不能给他 root 啊， root 是管理者啊，对不对，哦，如果大家都是 root 那还得了，全部都可以把别人的 database 给砍掉，那就完蛋了。所以呢，哦，一定就是要使用者，然后新使用者，哦，然后把这个地方设定一下，哦，权限要打开，啊，哪些权限这边我是用全选啊，不过将来你可以按照他的权限，比如他只能读你就 select 其他不要给他 OK 啊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，哦，再开给他了，所以这边的话我开给各位看一下，基本上一先一定到那个什么，到那个我们 PHP 买的命里面，然后二的话呢，就开使用者。使用者开启的方式的话，记得哦，在这边上面有个使用者，好，然后我们就是什么，建立使用者。像中间有新增使用。新啊，对对，在这里哦，它界面不太友善，啊，字太小了。好，再来的话呢，你要给他的账号要给什么呢？哦，我看看我云端上有没有给一个，反正你自己记啊 ，test 好了哈。哦test 1234好了，如果你等一下你要测试的话，你们可以用 test 账号 test， 然后这边是所有主机密码的话呢，就1234，好，然后可以做什么呢？权限，然后可以给这个权限，这个要打权选，这个要打勾，哦，然后还有什么任意主机，这个一定要，这个是所有主机都可以连线。哦，如果你本机的话就只有自己可以用，任意主机都可以连线，所以 test 1234，然后OK 的，然后就这样把它执行。哎，这样密码再输入，重新输入一次1234，执行一下 OK， 好，已经新增了，所以你们等一下可以试一下哦。哦，如果要连到我这一台的话，很简单，你待会可以试。IP 位置 192.168.50.180 就我这一台，哦，然后密账号的话呢就是 test， 密码的话呢就 1234 OK，哦，啊，你可以 try 一下看看啊，一样可以 drop 掉，不过记得要把它 drop 掉，然后就可以执行，看一下，哎，可以，哦，那我当然我干脆把这个了哈，哦，直接我把这个 source 哦 ，Ctrl+C，Ctrl+V 到云端。你们等一下，如果要 try 的同学，自己 try 一下，贴上就可以跑了啦。哦 ，OK。